你好，圣诞快乐啊！我哋又见面啦。咁咧，好多谢大家一早又嚟到支持我哋呢个节目啦。神网第一线咁都系就嚟有成年又过咗去啦。咁直播咧都好似做咗一年啦。啊，我都唔记得咗做咗几耐，其实我都冇留意翻自己做咗几耐。而家好似做咗一个习惯咁啊。咁每日咧都系要坐喺度讲嘢，要讲翻两至三个钟啦。咁好多时咧就讲两个钟到啦，咁有时又讲多啲啦，有时可能讲少啲啦。不过讲少啲嘅情况又好少嘅。咁大家啊，圣诞快乐啊！咁啊，嗱，圣诞节咧其实当然啦，即系呢个系西方嘅节日啦。咁但系呢个宗教咧本身嘅源头咧，其实都系喺亚洲嘅，即系呢个耶稣咧，其实佢系亚洲人嚟嘅，啊，佢系喺中东嗰度嘅，即系佢唔系欧洲人嚟嘅，啊，即系当然大家可能睇电视嗰啲形象咧，耶稣咧就系一个白人嚟嘅，啊，咁啊，耶稣其实当然唔系一个白人啦，啊，即系而家即系你点解会见到耶稣啲形象全部都系白人咧？因为佢嗰个教咧就系喺啲白人地方散出去啊嘛。咁喺啲白人地方散出去嘅时候咧，咁佢嗱即系佢要做翻一个形象俾大家睇一睇，究竟耶稣阿苏哥系咩人咧？咁啊，一定要系即系同当地人系差唔多样子点噶嘛。其实系即系好似即系举个例子咁样啊。印度啊，即系呢个佛教吓，释迦牟尼啊，佢嚟到中国咧，即系嗰啲佛像咧都变咗中国人样嘅吓，其实好正常嘅啫，呢啲嘢即系嗱，我唔系话要叫大家信边个宗教，我从来都冇噶吓，即系我觉得唔同嘅宗教咧都可以一齐做好事，去帮个社会嘅啊。咁當然有啲人就會話呢一個做法唔得嚇，即係有啲人又會好極端嘅，即係話其他人信第二啲教係異端嗰啲。嗱，我唔或者係異教徒啊，要消滅佢哋嗱，呢啲係唔得嘅。即係喺依家現代文明社會咧，呢啲嘢係唔啱數嘅啊。嗱，咁當然有啲人仲話要即係信教係唔得，一定要無神論至得啦。咁嗱，呢個我又覺得係唔掂嘅，即係你自己中意無神論就無神論，人哋中意有神就有神，係咪先？只要嗱，即係做嘅嘢，即係唔係違反即係社會嗰個大致上嗰個道德規定咧，我哋有好多嘢冇得講嘅。即係有啲人信嚇嗰個咩性交轉運咁樣，嗱呢啲咧，如果係牽涉到一個欺騙嘅成分咧。或者你欺騙到，即係一個性侵嘅成分咧，即係譬如即係有啲人根本都唔信呢一樣嘢嘅，但係你個父母咧就逼佢去性交轉運，有呢個 case 喎，咁嗰啲就梗係唔得啦。但係如果有啲人係自己中意信嘅，即係佢中意同人哋即係去蘭桂坊轉下運先，我聽過呢啲 case 嘅，即係去蘭桂坊轉下運都得嘅，有啲人係。咁佢中意嘅，佢中意點做就點做啦。呢個世界因為有自由啊嘛，只要佢唔係做啲犯法嘢就得噶啦。即係我嘅標準咧就好低嘅，好多時都係我度乜嘢嘢個標準都唔係好高嘅。即係有啲人咧就喂度自己個標準咧就好低嘅，度人哋個標準咧就好乸高嘅，咁樣係唔掂嘅。呢個世界如果好多呢啲即係嫌人歡己嘅人咧，就好乸大鑊嗱。咁啊，今日咧就講下啲。即係開心啲嘅話題啦，啲咩開心啲嘅話題咧？嗱，第一個開心啲嘅話題咧就係、是有媒體咧就爆咗大 L 先生嗱，因為呢、這個大 L 先生我都唔怕開佢名啊，就係、是、劉聯雄先生嗱，一個好有智慧嘅人啊，嗱，即係佢亦都係即係講嘢咧就好直嘅嚇，即係啲人話佢嚇，即係佢唔中意咧就好唔中意，佢亦都唔會同人握手咧，就係覺得人哋同人哋握手咧就好乸污糟嘅，因為咧同人握手咧就會有好 Q 多細菌，因為咧佢話咧佢睇過啲研究報告嗱，其實佢冇講錯喎，就見到有啲研究報告裏邊咧好多男人咧就去完廁所咧就唔洗手嘅，咁去完廁所唔洗手就好污糟邋遢，咁啊所以咧就唔會同人握手啦。嗱咁呢個大樓咧。佢犀利喎，就有人咧就拍咗呢、這個大樓嘅片喎，真係犀利喎，拍咗大樓嘅片，咁佢咧就見到咧呢個大樓咧就喺皇室寶行街喎，咁咧即係大樓隔離嘅嗱，唔係金比喎。
是吕丽君。咁大家如果记得即係大柳同吕丽君嗰單嘢呢，其实之前就拍咗拖好多年嘅。跟住呢喺02年嘅时候呢，刘銮雄呢就有个女嘅。呢个唔係佢，即係而家嗰个媒体呢就话即係佢嗰个大女係呢个吕丽君生出嚟嘅。其实呢就唔係大女嚟嘅呢个。我告诉你，因为呢他还有个是宝永琴生的，叫刘秀荣、啊。所以呢媒体讲嘢呢就狗噏当秘笈的。即是如果你说吕丽君生的是大女呢，就绝对不是。啊啊、当然你说他们两个这样计就是大女，不是的。因为有钱人呢他三妻四妾呢，这个不是三妻四妾，应该是女朋友。啊、他是怎样的呢？即是其实他计嗰个次序咧，一定系要全部啲老婆计嘅，你就唔可以咧，净系话哦，佢同阿吕丽君呢个系大女，跟住再生个仔咧就系细仔咁样，系唔啱咁样啊！即系计啲有钱人嗰啲仔女咧，一二三四五六七排序啊，即系嗰啲中意叫自己几多阿哥嗰啲咧，一二三四哦，即系清朝文咁四阿哥咁样先算啦。嗱、喂，呢、這个系排第四个次序，排第四咧就系唔计夭折嗰啲嘅。咁佢跟住咧就會數噶啦，即系嗱夭折嗰啲咧就係、是、嗱佢有個標準嘅，即係幾多個月嗰啲就係夭折咁樣。有夭折嗰啲有啲係唔計嘅，唔係全部都計嘅，即係要排到次序咧，就係、是、你要生到牙出嚟咧就會計噶啦。其實就係咁嘅，大致上應該係咁啦。如果我冇搞錯嘅話，如果搞錯，網友可以更正啊。嗱，咁呢個大樓咧，佢梗係有保鏢啦。咁佢不嬲都有保鏢嘅。以前咧，佢咧。嗰、那個大本營咧就係喺而家嗰個恒大嗰度嘅，咁以前嗰個地方咧就唔係叫恒大嘅，嗰、那個咧如果我冇記錯咧就叫 Mass Mutual 啊，咁嗱、如果有記錯咧嚇、啊、就唔好意思啦，即係我嘅理解咧就係、是、叫 Mass Mutual 嚇、啊，即係呢、這個嗰、那個大樓咧，跟住佢唔知點解賣 Q 咗嗰個成棟嘢俾恒大，因為恒大當然佢都係賴 Q 曬嘢啦嚇。佢哋几个人行经一个地方咧，就有碌圆柱。咁圆柱下边咧就有个男人咧就踎咗喺度。但系嗱，即系咁讲，其实嗰个男人梗系冇阻住佢啦。嗱，但系嗱，有钱人阻住嘅意思咧，就可以同我哋一般人唔同咧。即系我哋一般人觉得，你好多嘢都阻唔到我嘅。但系有钱人唔系噶嘛，有钱人佢哋嗰个私人空间咧系特别大嘅。即係佢可以自己喺身邊咧畫一個圓圈咁樣，可以畫到好 Q 大嘅，啊，因為佢慣咗啊嘛，啊有錢就佔笪地都大啲嘅，呢啲人係嚇，嗱，咁啊嗱、即係有個男人即係坐咗喺度，咁其實嗱、大樓咧就好關心嗰個男人，咁咧就佢就去問啦嗰、那個男人啦嚇，咁、咧就話你做乜坐喺度啊？咁啊個男人咧就即刻嚇到企起身，佢就話有啲攰嚇。咁咧嗱，但係咧當然即係大樓咧就好大聲咁樣就爆曬粗咁鬧嗰個男人啦。嗱、呢個係根據媒體嘅報導去講嘅。嗱、究竟係唔係我唔知喎、啊。嗱、呢個我係有啲懷疑嘅。點解咧？喂，冇理由喺條街度咁樣爆粗鬧人係嘛？啊，即系对与同我识嘅刘銮雄先生系好唔一样喎、啊。刘銮雄先生系好温文尔雅噶、啊，啊，即系开个车门啊都要攞条毛巾噶、啊，吓、啊，即系啲唔好留低啲手指毛咁样噶、啊，啊，温文尔雅嘅阿哥咁，喂，点会好大声兼爆晒粗咁闹个男人啊？吓、啊、吓，咁啊嗱，佢、就话你。知唔知你阻 X 住晒啊？嗱，呢个根据翻媒体嘅报道去讲啊。喂，走啦，使唔使揾人赶你啊？啊，你冇做啲嘢阻住人啫，而家有人影啦，咁样。咁之后咧，有好多个保安咧就跑埋去拉个男人走，成个过程咧就大约20秒左右啦。咁咧，啲人咧就而家报道嘅情况啊，就话喂，大楼好似失控咁喎、啊，咁样。咁究竟即系大楼有冇失控呢？又话佢其实不嬲都系咁噶啦，即系性情中人系嘛？咁
大佬之前有冇闹过人？咁啊有闹过人嘅，呢个系真嘅。即系但系咧，佢冇讲粗口闹人嘅，即系要记住，即系今次讲粗口闹人好似升咗 level 系嘛？嗱，之前咧大家记得一单嘢咧就咁嘅，佢咧就坐扶手电梯吓、啊，即系2018年。咁咧喺有条阿姐咧就叫做许佩瑜。啊，咁佢咧就喺嗰个扶手电梯嗰度咧就讲手机，讲手机咧就冇捉实扶手。咁当时咧传闻啊，大佬咧就咁话，即你个福，即你老母啊，即啫吓、啊，即唔系粗口啦，系嘛？咁咧佢就话，喂，佢受伤系咪你赔啊？咁样，即系佢话啦，佢唔扶住嗰个电梯扶手咧，会撞到小朋友。咁嗱，系有可能噶喎，呢、這个系有可能性噶。咁佢护自己的、啊、小朋友啫，咁、啊、好啦，咁啊 ，Diva 咧就话啦，哇，我自己有睇路噶，同你个仔保持咗距离噶，咁两个人咧就闹咗10分钟，跟住咧即系两个嗱呢、啊這个2018年4年前嘅事啊，咁跟住咧嗱即系 Diva 咧就喺网上还击啦，梗系要吓，咁嗱咁刘联雄咧当时回复传媒咧就话，哦這个 Diva 咧系整容怪物嚟噶，整咗容 N 次噶。咁呢個 Diva 咧，佢喺社交媒體交代翻件事咧，佢就話啦：我喺扶手電梯上咧，我同大佬嘅仔咧係有啲距離嘅。咁啊，梗係有距離啦，一生出嚟個距離都好遠啦，啱唔啱啊？人哋含住即係鑽石鎖匙出世噶嘛，大佬，即係你呢個 Diva 你好心啦，即係逼賤民啊，死開啲啦！啊，咁啊，佢就話咧，佢關於我攞住。攞唔攞手機睇電話咧，根本唔影響到佢嘅咁樣。嗱，佢就話呢個 Diva 咧就話自己好聲好氣同對方講自己有睇路咧，但係咧大佬咧就有失控爆粗咁樣。咁大家自己有個判斷啦，究竟有冇爆粗啊？自己判斷嗱 ，Lucky 88講得啱啦，就係我諗起咧。即係當年啊，大佬咧即係比李小姐少嗰段电话音频啊，即系李小姐嗰啲粗口仲劲过大佬啊，所以我话大佬系温文尔雅咧，就系咁解啦。嗱，咁啊，杨小宝又我有旧同事咧，去咗大 L 公司做嘢，系名人喺名人饭堂嗰度开会，佢真系不停爆粗小狗班伙计，冇人想去开会。嗱，即系。大家都要知道咧，即系我一直都系话大佬系温文尔雅噶，即系呢啲系人哋其他人嘅意见嘅啫。啊，即系我自己就觉得大佬好温文尔雅，因为咧佢比李小姐喂疑似啊，比李小姐喺电话度少嗰段音频咧，佢一句粗口都冇出噶。嗱、啊，你识听就识听，唔识听就唔识听啦。即系冇哇，喂要直接开拖先系得嘅咁样咁喂呢啲。冇得講啦，我哋有啲嘢咧，即係一定要隱晦啲嘅，你知唔知啊？因為呢個世界就咁，即係龍眼妹講得啱嘅，龍眼妹有啲講得啱嘅，有啲人咧就好卑鄙無恥嘅嚇，所以咧，即係有啲嘢咧就一定要小心嘅，有啲係一定要小心啊！同埋即係香港嗰啲八卦新聞，好多人都好熟噶啦，即係呢啲其實大家都有聽過，嗰陣時啲傳得好犀利嘅，其實。嗱咁我講俾大家聽啦，即係好多老闆咧，其實嗱，我唔係講大樓啊，呢度一定要講啊，好多老闆佢哋都係嘅，佢哋即係一講到個錢字咧，就係、是、可以即係粗口橫飛嘅，嗱，佢好多都係咁嘅，啊，即係如果你喺個社會度做事，你見過呢啲咧，嗱，有啲人就梗係唔願意幫呢啲人做嘢啦，即係唔願意為五斗米折腰啦，但係。有时都系冇办法，要即系向现实低头啊！即系谁人逼我屈我辱我都冇办法啦，我都冇办法啦，即系搵食艰难啦，系啊，呢个好 Q 大镬，系啊，咁啊嗱，即系大家当然啦，即系你话阿大楼嗰啲佢有冇讲粗口闹人？咁我相信一定有嘅，但系有啲情况啊。就好温文爾雅嘅嚇，咁、啊、當然啦嚇、啊，即係而家點解會突然之間會出翻嚟，即係同呂麗君出翻嚟咧？咁當然唔清楚啦。
即係佢嗰陣時咧，其實2016年嘅時候又登咗報啊，即係大樓又。佢就話同呢個呂麗君咧已經正式喺呢個2014年咧就分咗手啊！咁而家係朋友相聚啫，不過咁講，其實佢哋見面咧又唔可以話係合體嘅。嗱，即係有啲媒體咧就話忽然合體，喂，你咩叫合體啊？喂，大佬合體啊，起碼社交距離係負數先叫合體啦，啱唔啱啊？即係六神合體都有啲嘢塞咗喺六嚿嘢塞埋一齊啦，先叫六神合體啦，啱唔啱啊？即系你咁样话忽然合体咁，其实即系呢份媒体咧都唔系如实报道啊。吓咁啊，嗱 KMC 咧就话要令到一个有头有面嘅公众人物咧喺大地方大爆粗咧，应该唔系咁简单嘅对答。咁我又唔知啊呢个吓。嗱咁啊，Betty 咧就话粗口咧就听唔到，但系。回到清朝，啲富人同呢、這个官宦一样啊，啊，即系恶到标青史。喂，系咁喎，即系系个现实系咁样噶，啊，即系你政府都要记啲人三分噶嘛。咁Fred Wong又再见亦是朋友。啊，Cam Singlow就话大佬到期啦，翻嚟争橙咁。我不認識啊，這個啊，即是這個我都不知道啊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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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即系，但系当然啦，即系讲嗰啲嘢，即系佢自己之前都系接受过一传媒嘅访问，即系讲嗰啲嘢，当然系一个特辑为佢自己即系辩解啦。佢其实嗰个特辑咧，你睇到阿刘生咧，都系一个非常叻嘅人嚟嘅，非常叻嘅人啊。好啦，讲到呢度吓，即系你话佢争唔争产咁，我唔知道。咁香港人民就话发财唔立品，趾高气扬，石烂米咁嗱，呢啲咧就冇办法嘅。我讲个现实俾大家听，我而家成日都讲啲现实，好难听啊！啲说话，我唔想个世界系咁，但我而家都开始向现实低头啦吓。就系咧，呢个世界咧，净系尊重有钱人嘅人，即系我呢啲穷人咧，就冇人尊重嘅。就系咁样啦。好啦，嚟到呢度咧，就休息一阵啦。翻嚟我哋讲下其他话题，休息一阵先。